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法国古董漆画灯铁托兰蒂。铁托兰蒂于1898年开始生产，直至1970年关闭。他们生产了非常多应用于户外及家居的灯炉，不同于普利莫斯、Petromax 等这样的工业风的品牌，他们的产品更加的优雅。这台漆灯的加压方式是热辐射自加压，它的组成部分由灯罩、花篮、蒸发管、灯头以及罐体组成。灯头内有集束棉芯，通过毛吸效应将汽油吸至喷嘴处，然后从而热辐射自加压来完成漆灯的运行。我现在所使用灯砂并不是非常适配，这种漆灯呢需要使用专用灯砂。专用灯砂上端会开口，有个天窗，就像下图所示一样，使用专用灯砂会更加亮一些。然后我们开始烧灯砂。烧灯砂呢，一定记得灯砂不要绑得太紧，不然在燃烧过程中会收缩，导致灯砂迸裂。再之后我们开始完成预热，从而使它初步的气化和初步的加压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点灯了。这款漆灯的亮度大概是100 CP 左右，它的造型呢非常像一个烛台，它更加的适合于摆放家中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